请将你们的手提电话或者是电子仪器设置静音。弥撒中请轻停、轻放、轻收跪凳。还有弥撒即将开始，请大家收敛心神，准备参与即将举行的感恩圣祭。请起立。大家中午好，神父中午好。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九主日。今天呢，耶稣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你们要，天父呢会把天国呢赐给你们，就是让我们积宝藏在天上。”福音呢，让我们常常醒悟啊，醒悟，做一个清醒的人。所以今天的弥撒意象呢，我们特别为林薇妹求天主医治啊，还有庄月琴全家为寿远，早日康复求恩，还有出院求恩。陈芳求恩，和陈木仙全家平安求恩，还有为林真善家族谢恩，也为马英家族求恩，还有为练灵江立先声名若色，江玉水声名若色，还有黄昭义
亡者祈祷，然后为秀琴全家求恩，家庭求恩，也今天为汪若瑟、玫瑰会，还有江景洲和刘家豪、嘉诚谢恩。我今天呢为他们祈祷，求天主赏给他们小恩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失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
请大家祈祷。全能有圣的天主，我们在圣神的教导下才敢称你为父，请你在我们心中配以义子的精神，未能堪当承受你许诺的产业。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恒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亡。阿们。攻读智慧篇。我们的祖先曾预先得知那一夜的事，而且由于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是多么可靠，因此都心安神乐。所以你的子民所期待的就是义人的救援及仇人的灭亡。你怎样惩罚了仇敌，也怎样光荣了我们，为召叫我们归向你。善人的圣洁子孙都曾在暗中献祭，同心合意订立了神圣的盟约，为使圣徒同甘共苦，并同唱了列祖的赞美歌。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义人，你们应向上主踊跃欢呼，因为正直的人理应赞美上主。尊上主为天主，为自己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上主选为自己产业的百姓，真是有福。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请看，上主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为使他的性命脱免死亡，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我们的灵魂常仰望上主，他是我们的保障和扶助。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的期待。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攻读至希伯来人书。弟兄姊妹们，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先人们因着信德都曾得到褒扬，因着信德亚巴兰一门招选，就听命前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因着信德他做客他乡，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这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是天主。因着信德，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年龄，也获得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她相信那应许者是信实的。因此有一个人，且由一个已届暮年的人生育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边的沙粒，不可胜数。
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迎前欢呼，请起立。Alleluia.准备，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搜上腰，点着灯，应当如同仆人等候自己的主人有婚宴回来，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所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搜上腰，请他入席，自己亲自伺候他们。主人两更来也罢，三更来也罢，他所遇见的醒悟者的仆人是有福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他必要醒悟，绝不允许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上个星期呢，我们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那个富翁很家产很多，他就很忧愁啊，他的家产怎么处理？所以后来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把他的小的仓库撤除之后建一个更大的，然后给自己的灵魂说你休息吧，你有很多资产可以享用，但是天主给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要收你的灵魂，你所准备的这一切为谁呢？所以最后耶稣说那些只为自己累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好多在座的都在搞投资啊，我们怎么致富啊？我们要在天主面前致富啊，要在天主面前致富，要投资在哪里？今天耶稣在圣经当中讲，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啊，你看你的宝藏在哪里，你要找找你的宝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心只是在这个现实的积攒财富，那你就拼命的去赚钱，去打工啊，因为你的宝藏在这里，对不对？如果你的心是在天上为天上积攒宝藏，那就不一样了。你的准备，你的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今天耶稣呢在福音当中说，你们小小的羊群啊，你们小小的羊群，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是短诗啊，所以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是天父喜欢啊，记得这个很重要，不是天主不得已，天主喜欢把天国给我们，这个很重要。天主就是拣选我们，就是要把天国赐给我们。
而且也为了把天国给我们打发的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天父喜欢这样做。我们倒是我们人呢有喜恶，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喜欢天主把他罚了，我也不喜欢跟他交往，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人有情绪，如果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我肯定不对你不好，但天主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在福音马窦福音曾经讲过，天主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吧？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在天主的眼中没有说好坏，因为他我们都是什么天主的儿女啊！不要说我们是天主教的，就我们就是天主的儿女，那基督教的就不是了，那伊斯兰教的就不是了，那佛教的、道教的什么那些都不是了，不是的，在天主眼中呢，他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对吧？天主降雨给他们，给我们，也给他们。赐福给我们也给他们，就是说天主喜欢把天国给我们，不是给我们这几个在座的几个，是给所有的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准备啊，这个很重要。耶稣今天特别在福音好几次要你们要醒悟，醒悟就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啊，我们要不知，我们要再知道我们来到世界上走了一遭，我们要做什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追求天国，追求永生，而且天父也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问题在这里，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天主喜父喜欢把天国给你，但我们喜我们要不要？你要，那你要去准备，你就要去醒悟，不要糊里糊涂，不要像那些什么啊、那些仆人，对吧？他们鞭打那些鞭打那些仆人，对吧？他说是主人不会早来，主人不会现在这么来，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的生命很，我们就不认为我们可能，我们还有很长的生命，我们不需要现在准备。有好多人怀着侥幸的心理，我还时间多着呢，对不对？我还有时间呢，等我死的那一天，我去找神父给我办个告解，领个圣体，付个油，万事大吉，对吧？这叫偷机取巧，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对吧？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我们死亡什么时候要来到这个世，来到我们身上。所以耶稣曾经讲了，死亡就像盗贼一样。所以今天耶稣说了，你们不知道，死亡像盗贼一样。说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这个家主今天晚上肯定不睡觉，他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家园。就是我们不知道家贼什么时候要偷窃，什么时候要挖穿你的房屋，什么时候在你的房屋挖个洞。所以今天耶稣说，你们要积宝藏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贼偷，对不对？那里也不会腐蚀，那里也没有虫子去什么咬，对吧？注视他，因为你们积宝藏在天上。如果你们积宝藏在地上，刚才讲了，有贼惦记，他会去挖洞，会偷窃，对吧？虫子会蛀，对吧？还有什么？会腐朽，你知道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币银币都是不像现在是纸币，对吧？那时候是都是铜的，或者金的，或者银的，会生锈。会腐蚀。那你们要积宝藏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贼偷，没有虫子蛀，对吧？它不会腐烂。现实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今天教会让我们反省，从上个主日让我们反省，我们积致富在哪里致富，我们要发财在哪里发财，对吧？我们要投资啊，现在人很多人都喜欢搞投资，那你要知道你要投资在哪里，哪里是获得最大的益处，对吧？哪里是获得最大的益处。所以今天耶稣讲了，如果你们醒悟，他说如果主人来的时候，那醒着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不管他两更天来也罢，三更天来也罢，或者天明来也罢，那个仆人是常常醒着的
啊，主人一敲门，他马上就开门。啊，这个仆人是有福的。你看耶稣在这里讲这个仆人，主人怎么去做，而且马上束上腰，对不对？然后让仆人坐席，然后让仆人坐到那里，然后主人干什么？主人亲自要服侍他。这个主人好不好？在这世间你能找到有这样的主人吗？找到啊，我相信找不到，没有这样的主人，对吧？主人参加婚宴回来一定很累了，对吧？你赶紧帮忙洗漱他，他在这睡觉，他能管你主管你的仆人？不管。刚才耶稣讲了，这个主人就是指耶稣啊。耶稣来了那个不一样，耶稣来了这个醒着的仆人很重要。你要醒着叫清醒，刚才讲了你要清醒。如果你颠倒了，你的宝藏在哪里？刚才心在哪里？如果你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你还是要追求这个世界，还花很多的时间，把你的生命重要的精力都花在追求什么现实的财富、现实的财宝，对不对？那个就是昏的、睡觉的仆人，不是醒着的仆人。你头脑不清楚，对不对？那个不是醒着的仆人，知道吗？那个是头脑不清楚，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耶稣就是说什么？什么是醒着的仆人？如果我们一生都在准备，今天一个人办个神，我怎样才醒着呢？我怎样才能准备好？我常常常感觉到我很多罪，对不对？我们越跟天主的关系越贴近，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好多罪，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不配，对吧？但天主在天主眼中不一样，我们要常常准备好，对吧？不管主人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是醒悟的，这个仆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今天早上9:30给他们那个圣做广东话弥撒，那个魏校长，我跟刚才讲，我说这个人就是醒着的啊。他在香港当了30年校长，最后退休在多伦多，他常常帮忙啊，帮忙从去年到，因为他现在过世了，我就可以讲啊，去年疫情呢，大家都知道很少教友都吓得不敢来教堂，但教堂的奉献也少，到现在教友还不敢来，对吧？啊，教友奉献也少，那老人家呢，就从去年就开始啊，说知道我们教友来的时候，圣堂奉献也少啊，我们教堂的经济可能有困难啊。老人家很有爱心，他对天主更大方、更慷慨，他每次写支票都是1万、2万、1万、2万就这样写，啊，奉献好几万。啊，就在6月份，他在病重之前呢，还写一支票给我，那就是这个是爱心。他把积宝藏什么在天上，当然天主也降福他。我刚才讲，生命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啊，他原来还想计划我们6月18号，我们修会做主保，还带将他孙子带我们去。我上今天开会给他们讲，他在开会的时候6月份开会啊，这才刚刚几个月。6月份开会的时候，他还跟他说，哎。我们知道6月份他们包了一个巴士不是过去吗？他们圣体会，那些老人家行走不方便，他还给安排他的孙子啊，就说你们不用担心的啊，你们走不动的时候，我孙子可以从那个巴士下了车以后，巴士带我们去那个真福院那边去，对不对啊？带他们直接把他们带到帕铺给他们。刚才讲前几天跟我说的，星期一医生打电话说你要到医院来，啊，一进医院呢，医生说你不能走了，要住院了，因为你得的那是什么甲状腺癌，而且是甲状腺有4种，啊，他这一种是最少见的，就是说没有治的了，如果好就是2-3个月，但是他又要治疗，然后呢，医生就给他开了，经过过了几天就给他开了一个洞，因为他。呼吸，因为这个甲状腺易犯了，就呼吸有问题。那医生呢就好，就说给你开个洞，对吧？你当你呼吸有困难的时候，这个洞可以帮忙你，因为插一个管，那是这个胃里再插个管。这一插管，你就知道不能出院了。那根本也没有去，18号根本也没去，对吧？然后呢，过了2个星期、3个星期，跟他讲。那就是说我在三地布克呢给他去敷油办告解领圣体啊，虽然他不能咽东西了，我可以
给他背四分之一，我说你可以含到嘴里，那耶稣可以陪你。后来回家又住两天，然后又不行，又到 Grace Hospital， 在那里又住了一个星期。因为之前我们知道癌症最后打麻烦就是打那个，因为很痛苦。不管怎么样，我刚才讲，他灵魂山什么预备妥当，他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几个孙子都是在美国的，在这里就是老人家一个，所以他把他孙子、女儿都全部说，因为都知道医生讲了嘛，还有两三个月嘛，所以他们都全到了，对吧？医生也讲到格瑞斯呢，他说还一个星期了，过了几天说啊还有两天了，就是说医生可以预计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说你刚才在医院你住院的话，就是生命不在我们手里掌握，那我们干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啊，我还知道，我说我们如果有 cancer 要感恩，为什么感恩？你知道你还有时间，好好准备灵魂，因为现实的东西呢，因为不在我们手里掌握，不管两个月也罢，半年也罢，不管多长时间，好好甘心准备灵魂，再不要想着，不是不要想，就是当然我们交给天主交托，天主怎么安排？我刚才要接灵魂走，最重要是把灵魂准备妥当，对吧？然后病后来病重的时候，在 Grace Hospital 又加重，那我又去给他祈祷，又给他去送圣礼，又给他去服油，就是说他把他的后事安排得很好，孙子儿子照顾得好，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刚才讲耶稣说什么啊？主人要给他收上腰什么来服侍他，这就是我们耶稣能做到。如果当我们的灵魂预备好的时候，你的灵魂跟天主那么接近的时候，耶稣亲自来接你，甚至可能他的母亲玛利亚，或者你的主保圣人，或者你的护守天使，他们一起来什么接你到天国去，所以他就走得什么很安心，对不对？很安心，你很放心，对吧？因为第一，你的孙子、你的儿子、你的财产，你什么都安排好了，对吧？大家都很安心，你也没有牵挂。最重要，人死的时候为什么好多牵挂？第一，对儿女的牵挂，因为放不下；第二，对自己的灵魂，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灵魂通过黑暗的隧道去哪里，是天堂、是天国还是地狱，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确定，你怕，所以今天说你们不要怕，小小的儿女不要怕，你的灵魂预备妥当了，你是醒着的仆人，不用怕的。到时候耶稣、玛利亚、天上的圣人接你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之前我在哪一年看到那个，好像是阿根廷还是哪里那个修女，不是照出来吗？她过世的时候笑着走的，为什么笑着走？一定是她看到天主圣母玛利亚来接她，或者大圣若瑟来接她，对吗？当然她很开心的走啊，因为她脱离这个苦世界，她进入的什么？永生，进入的是天国。所以今天耶稣说，我要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今天反省的是，天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问题是在于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们可能是要贪这个世界，比要天国更喜欢一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你如果你贪这个世俗比要天国你更喜欢一点，你一个就是说你的宝藏在哪里？耶稣讲你的宝藏在哪，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你的心还在贪这个世界上，那你还是什么？你的心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是在那里，对不对？不是耶稣不接你去，因为你丢不下，耶稣接你去了你丢不下，你还牵挂这个，还牵挂那个，还牵挂你的资产，就像那个什么地主一样，哎，我的财产留给谁啊？那生命都没了，你的财产留给你，说你留给谁啊？对吧？上个星期的那个什么那个智慧骗局、殉道骗局讲得很清楚，你的财产是留给那些没有劳苦过，对吧？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对吧？花了很多心思赚的钱，最后留给那些什么没有辛劳的人、没有受过苦的人，留给他们了。你不能享用。人说最惨的是什么啊？钱在银行，你没钱，你没时间什么，没有生命去什么享受，
啊，你银行里一大笔钱，有几亿几亿钱，几千万，你没生命，你没有什么时间去享用，这是个悲剧啊，悲惨啊！不管怎么样，耶稣让我们好好醒悟，做一个醒悟的仆人，我们是有福的。记住耶稣今天说的话，你的宝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有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阙比拉多之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有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冲突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神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天父是我们在天的父，他会照顾子女们的真正需要，让我们在他跟前呈上社会和教会的种种盼望。请为圣教会祈祷，求主恩赐教会常怀合一及守护真理的精神，巩固我们的信德，忠于福音真理，以福音的真光照耀世界。我们同声祈祷，请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为俄乌战事的平息，祈求仁慈的天父感动所有领导者的心，使他们能以公义和平的方法化解双方的矛盾，平息战争，使人民得享和平有爱的生活。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所有患病及亡者祈祷，求主赐予恩宠，增强我们的信德，使病者早日痊愈，亡者得享永福。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我们的堂区祈祷，求主透过中华殉道圣人的带导，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圣神，常怀爱主爱人的心，热爱服务，成为一个团结合一的团体。我们同声祈祷。现在让我们寂寞片刻，为各自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求主按照他的圣意一一浮云，我们同声祈祷。天主父，你愿意我们醒悟，请你帮助我们在任何境遇中都如同仆人等候主人一样，对社会和教会尽忠职守。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请坐。
请起立。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前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这个圣祭。万善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呈现到你祭台上的这些礼品，求你原本都是你的恩赐，求你惠然接受，并以你的全能使这奉献成为我们得救的圣事。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安排了一次变化的季节，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成了人，并使万物隶属在人的权下，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并为了你的美妙化工，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同声颂扬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以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得的哦姐，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与圣神合二为一。上主，请你纯洁普世的教会，使将利灿、若瑟和黄昭一，你从人世将他们召回，他们既圣洁和你的圣子一样的死亡，请也使他们和你的圣子一样的复活。求你纯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纯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永福玛利亚、圣母的敬慧圣若瑟、诸圣宗徒、中华宣道诸圣、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圣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变脸和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唱。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请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在基督内互助平安。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仆圣宴的人是有福的。领圣体时，请遵守以下的程序。准备领圣体的教友要走到黄色标记三的位置，面向祭台，揭开口罩领受圣体。教友亦需要常常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未预备领圣体的教友或未领洗的朋友，务需离开座位。
起立。祈祷。
上主，愿我们所参与和领受的圣事，使我们得获得救恩，并坚强我们，使我们在你真理的光照下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父亲我们的祈祷。阿门。请大家一起诵念圣明儿总领天使祷文及本月的金句。圣明儿总领天使，请在看真的日子里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我们谦卑的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民、使命向往的撒旦及其他势力抛到地狱去。阿门。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请坐。堂区基金奉献，这个主日的堂区基金奉献将会用作堂区维修之用，请大家继续支持堂区慷慨解囊，奉献堂区基金。下个主日八月十四日有第二次奉献，是为 Canadian Mission Collection， 请慷慨支持。唐杰志神父艺术灵修讲座，天河中华殉道圣人堂 Boscow 礼堂，在八月十一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讲座以粤语为主，但是设有国语即时传译，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婚前辅导讲座是国语的，凡准备结婚或需要补婚的青年男女，请到堂区办事处索取报名表格，日期是八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三十一日晚上七点半到九点。CMCC 使徒领袖培育圣经分享小组使徒领袖工作坊，国语的是第十八组招募学员，日期是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共十堂，十月七日休息，时间是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到九点四十五分。是以 Skype 平台在线学习，名额是十四位，先到先得，报名请电邮到 Peter Rowe， 截止日期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迎新小组、迎新组，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参与弥撒的兄弟姐妹，请你们弥撒后到资讯处，迎新组的义工会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堂区。教堂圣堂重开教友指引，根据多伦多教区指引，圣堂不会强制教友戴口罩，但为大家健康着想，堂区仍然鼓励教友在圣堂范围内继续戴上口罩。弥撒后请按服务人员的指示有序地离开圣堂，离开时请将奉献信封放入出口处的奉献箱内。有关堂区的最新消息均可在堂区网站找到，请教友密切留意并遵从所有指引。报告完毕，请起立。我们也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圣堂的托马斯修女啊，她是道明会的修女，昨天参加他们道明会的九十周年，所以我们欢迎修女。欢迎。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们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全能天主时常保护你们，使你们免一切凶恶，并仁慈地以美好的恩赐厚加于你们。阿门。愿天主帮助你们常常思念他的圣言，并以长存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灵。阿门。愿天主帮助你们认识美善与正义，使你们在一生的旅途中均行他的诫命，终能成为天国永远的子民。
阿们。愿见了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希望活在世上，我们多在